今天要唱的歌是曾小琪的领悟。曾小琪的领悟，好，我们的麦架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用掌声欢迎黄鸿星同学所带来的领悟。Thank you.
谢谢文馨所带的礼物。哇，文馨你刚唱的好投入哦。请问在感情上有领悟出什么来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哦，目前还没有。对。那要不要也现场征友一下？需要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先请平常老师为我们讲一下。文馨，你真的没有领悟吗？真的没有领悟吗？没有。你是几年级啊？大二。哦，对，那年纪还小。不急着领悟没关系。那个，这个歌原唱是辛晓琪，那她的声音唱假音唱真音，她都有一个沧桑感。那所以这个歌其实是很适合像辛晓琪这样的类型的歌手去唱。那一个19岁、20岁的小女生要唱这种，去揣摩那个 feel 是真的很困难的。这当然是第一个。其实比较重要是在比赛的时候选这样的歌来唱，会有点可惜。他的伴唱带也不好下歌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开始很难抓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。那再来一个是这首歌的假音对你来讲太多了，不是说你不会唱，而是我觉得假音太多，我觉得假音太多，反倒把你的优点给就是挤压掉了。你应该选别首歌来唱，所以这首歌在另外一个在你的高音点，你会很容易出现失误的状况。那到后段高音更多，情绪更激动的时候，好像听起来就会很失控，失误就很多。那当然我知道你很想表现那种原唱的沧桑的感觉。那先谈场恋爱，再来唱。好，年纪还小，这个歌比赛不建议唱，会很容易拿不到高分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其实我很同意，就是阿乐老师讲，其实像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唱歌，但是。有时候在诠释感情的歌，或者是诠释一些歌曲的时候，你真的可能有些经历之后唱出来感觉也很不同。不过我觉得，其实你会选这首歌，其实在唱的过程当中也算是蛮成熟，但是可能就是你这个年纪再成熟那么一点点这样子。好，不过我觉得前一段我都觉得还蛮，我自己觉得还蛮满意的啦。但是到后半段开始之后，会发现有很多瑕疵出现，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。再练一下稳定度。我打掉麦克风是很紧张。哦，你说拿掉麦克风？我刚刚打掉麦克风，然后没有收紧，它就转掉，就没有收到声音。OK， 我也不知道要接什么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就是加油加油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文馨所带的演出，那我们请第12号参赛者。